与亲朋好友分享美食，也是大家会常做的事哦。分享。请给我三杯新品。只剩最后一杯了吗？可惜只买到了一杯。我没关系的，还是留给真君喝吧。不过看起来很好喝呢。何必苦恼，申鹤姬带了参考回来，本仙也能给你们再做几杯，必定回味无穷。味道如何？很好喝呢。